多多少少的是一个母亲，因为杜明翰这个角色九岁就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父母，那么从做童星一直到今天，那等于是舅姐给他带大的。我要帮他去一起去认识一个女生的，然后我就是跟他等于是跟他伪装嘛，然后还跟他经历了事情，完全是情意相挺。走你的后脚跟上车。真假的，哎呀，今天你们这个娱乐圈。